正前方欸，不用欸。哎呦，现在就是现在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无用？切下去也无用欸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什么？这里要画什么？哎呦，这墨会被它吸收掉欸，好恐怖哦。哦哦哦哦，现在要切回去是不是？这个切，喂，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切，哎，返回去也没有用，要用花，我知道要用花，可是他屁屁还没翘高啊。喂，现在可以直接连花吗？他们屁屁又没有翘高，连得到吗？这样子连，哎，这样也可以连得到。呜呜呜呜呜呜。欸、好恐怖哦！哦，喂，哎，又一个，他们闪开了，花没有作用了。那、他还会让花没作用哦？这么邪恶哦，这么无耻，无耻的极意。哎、被他吸收掉了。喂，切切切，哎、有，哎、没有。好恐怖哦，有东西是掉下来。我有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那看。哎呦呦！哎呦，他又把花弄掉了。所以你要快啊，大大。可是他，你别忘记，你可以把自己粘到那个哪里啊？我要慢他，慢他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慢，画两撇，慢，深深慢，还有变慢吗？没有。深深慢。他跳一下就没啦、我记得打女巫蜘蛛的时候，他会那个啊，他会把屁屁翘高高。他这一只会吗？好像是不会。好像是不会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喂，我先飞到后面。飞到他身后，然后画。哎、又被他吸收了。好烦哦。好烦哦，会觉得。再画一次，哦，两根了，第三根，三根，哎、第三根没有连到，哎、他不理我了，第三根，没有，加进，哦，正在闪了，哇、又被他刮掉了。我讨厌蜘蛛啦，哦，烦死了！能不能直接闪呐、就是讨厌，没办法啦，你还是要打。很讨厌呢，就是讨厌，不要超过镜头。喂，连起来，连到一个了。喂，你可以把自己粘到莲花那边再粘啊，笨蛋。哦，我刚刚没有这么做吗？我刚刚明明都有啊。你要一直这样做啊！哎、被它吸收掉了。这里，勾屁屁。没勾到，这里，这么近应该勾得到了吧？勾到了，再一根。喂，喂，哦，勾到了，再勾一次。喂，喂，哦，勾到了。屁屁要开花了！哦，终于啊！快！哦，屁屁终于开花了，宝哎、它上面写宝哎，宝，哦宝，上面有宝，哦，哎，我的墨葫芦没有了，被你撒尿可以吗？哦，起来了！啊哦，啊哦，又要再连了啦。好啦，先跑一下，先闪一下啦。哦哦哦，他爬丝了、欸，他想对我做什么？哎嘿哎嘿，赶快闪！我闪！哦哦，我绕他身后了，没有用。好了，开始了，先画到后面去，飞到身后。喂。哎，怎么画到身后他就转身了？这只跟上次不一样，
感觉就不一样，这次难多了。上次的好像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了。哦，画出去了，不能画出去。可以哦，这里再画一次。呜呜，哎，连到了两个了。哦，我被他切掉了，花瓣被他弄掉了，太邪恶了，太无耻了，无耻小辈，真是的。哎，我连到自己了。哎呦，人在哪里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等等，好难打的，可以切吗？哎，没有用。哦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哦，又来了。喂，还要丢东西嘞！他的屁屁都不靠下，都不朝我，真是很难打。飞过去。加油哦！哎，又转身了，他又转身了啦！哦，噔噔噔噔噔！我觉得小秋打这可以打半个小时。打半小时啊，总比钓鱼半小时有趣多啦。吃掉吗？对啊，钓鱼半小时有够无聊的。喂，他爬上去嘞，他为什么要爬上去？他在凶什么？我要嘟嘟嘟了！喂，他的屁屁为什么都不翘高一点？不翘高一点给我打！哦，这样画得到吗？哎，勾到一个了，再画一个。喂，这里，这里。喂喂喂，有有有，哎，这样有勾到吗？没有，这样也没勾到。哦，又被切掉了。哦，真是难打。啊，娜娜，好难打哦。我想要跑到他身后，他就马上跳开了。啊，跑到他身后。跑到他身后。喂，连接。哦，我觉得你这样打好累哦。不然你说要怎么打、啊？不知道啊。嗯，哎、欸，被他偷偷吸走。喂，绕到他身后，连起来。哦噜，哦，两根了。再连一次。喂，这个没有。这个嘞，这个有希望。喂，连到了三根了。加油。哦，这里，哦哦哦哦哦，屁屁，乖一点啊，屁屁给我连一下啊！你认为还有那么乖吗？哦，连到了，要打开来了，喂、哦，打开你的屁屁，嗯，再打开，哦，剩一次了，哦耶，哎，怎么没有了？喂、哦。呜、哦！哦耶！哦，打赢了啦！嗯、哦，打赢了啦！气死人了啦！累死了！嗯、哦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累死的吗？死了吗？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他死了。拿到一个什么箱子？不要一颗是一颗珠子，有没有？嗯、哦，太阳碎片一个。噔噔噔，收集成三个，增加一格啊，集齐了一个，组合成一个太阳系，我多一格血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嗯，哎呦，所以这个叫做隐藏魔王吗？对啊，小秋不给钓鱼，为什么不钓鱼？你这么喜欢钓，等你钓啊。嗯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喂。啊、嗯，就这样子哦，就多增加一颗太阳系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。跳下去，我以为那边是什么海明洞之类的东西嘞，结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啊！哦，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
啊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哦喽哦喽，耶，拿到那个了，都不是哎、欸。噔噔噔，哦，又是妖怪牙，我被骗了，我真的有点被骗的感觉。被骗了，恭喜你，你被骗。噔噔噔，轰轰。那太阳不是太阳系，那海明洞到底在哪里？海明洞到底在哪里？这些岛都不是啊，这些岛不都去过了吗？再找一找啊！难不成要离开这张地图？不是吧？不是吗？要离开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是要离开这张地图，不然这张地图都去过了、啊。我不知道啊，这个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谁知道啊？第一次玩怎么会知道？哎，不不不，海明洞的入口，再去找啊。娜娜跟我讲在哪里啊？我哪知啊？还是在这一颗大的岛上，本岛。主线就是要你钓鱼哦，真的还假的？还是乖乖去钓吧。我才不要嘞哦，人家不要理你们。还可以这样。先回本岛上啊。本岛。去叉叉看看，叉叉叉叉在哪里？叉叉你的叉叉。叉叉你的叉叉是什么东西啊喂？就是叉叉。听不懂国语哟、哦。听不懂哎、欸。好啦，先回岛上啦。下来。噔噔噔。结果钓鱼就是主线，你加油吧！先去卖一些东西啦。轰轰！啊哈！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我有来过吗？海喵亭我来过了，我闻到店里烤鱼的香味了。先进去啦，卖鱼啊！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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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喵是你吗？喵。嗯。哎，可能是隐形的岛，真的还假的？隐形的岛，请听呐、啊！啊不不不，大鱼啊，拜托！所以他不让我卖鱼、欸，这么猖狂哦、喔！都找不到鱼，这样吗？我钓鱼还不够大，一定要旗鱼是不是？旗鱼我钓不上来啊，没有好的钓竿。这里还有什么岛地方我没去过、啊？那个亭子我好像没去过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吧。那我们上去看看，这里要怎么上去啊？这里哪里可以上去？请问哪里可以上去？找一找啊。哦，有猫的话就有壁足可以上去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所以要找一下有没有猫雕像，是不是？你有看到猫雕像吗？没有。猫的雕像，还是要用那个。哎，从这里上去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从这里？从这里。喂，先从这边跳上去。哎，有哎，看到猫雕像了。哦，学完那个了，地面跳还是有用的。噔噔噔，哎，我是要这个。喂，这里有没有地面跳？跳上去，哎，不够高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跳上去吧。跳跳跳。喂喂喂喂，哦，跳上来了。这里有什么吗？哎呦，有一个小男子站在那里。先挖一下，这里有宝箱哎，有宝箱不挖？噔噔噔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呜、哦，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门诶，奇怪的门，怎么说？这个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很神奇。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然后有几块崩落的石头，崩落的石头，然后前面有一个怪怪的人，哎呦呦，有剧情诶。
然后